Okay. 对，不能拿麦。怎么搞？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这个行业。啊，过了不久，就是去了第一次生活营，在 SP 在慈济院，那时候是医生介绍我去的。我们有是我咯，海蒂咯，可以进个名字，他说我们不如过去看看，看去做我们这个事业。我就跟他讲，我不曾做过什么。谢记得 Christine 一路以来的帮忙，然后如何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机缘吧，就刚好 timing 刚刚好了，然后什么巧，我们就不是来那个OK timing 是其次啦，然后其实有一些件事已经有一直在跟着了的，然后就刚好这个月有promotion 啊，然后也就 promotion 来讲，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 promotion， 所以就谈得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啦。然后其实比较讲四个某包，其实不是啦，两个某包是我的，两个某包是我家先的。然后我下线的呢，就是去跟他陪同作业咯，跟他一起去见他的顾客咯，然后教他怎样做咯，然后好像平常我去见我的顾客的时候呢，我卖戒指给他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你放心了，你这个戒指戴不用钱的，然后你时常会中日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命在走的什么命，不多，他想不多，只是过期，所以他的见证慢点哦，会有很好的见证。然后他那边戒指方面呢，我就跟他讲，会很多心。一样东西他没有做到是什么？行动。等一下我这边讲哦，讲完了呢，你最后会看到一个，就是你想是没有用的。行动是最重要的。